我们稍微想一下。谢谢谢谢大家，如果觉得好听的话，欢迎可以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支持啊，欢迎大家跟我们点歌，点歌可以来前面跟我们说，或是私讯给我跟千妙的 IG 啊，最好是两个人都私讯，因为两个有时候会就是比较忙一点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这个刺激了，我们没有试过，前面有 cover 过了，在昨天在他的 IG 上有 cover 过《自由》这首歌，只练一半而已。对，他只练副歌而已。啊，我对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。